然后今天这款游戏是在社群里面的群友提供的消息哈，然后目前是试玩版，那试玩版到什么时候呢？然后这个是他们的 FB 网址，原始鸟熊 OBB Studio， 那5月27号12点到6月5号晚上12点是试玩版的时候，那大家可以把握这段时间去试玩哈，等下大师也要试玩哈。好，不过这个主角还是真的是有够丑的哦。好，那这边有 PV 哦，啊 PV 的话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看的，这边就稍微带过就好了。反正就有点像，就是也是有点类似像《侠客风云传》的那种概念，可是我觉得这个战斗方式很像《侠客英雄传》，大家知道《侠客》？等一下，刚没看，就是这个 PV 啊，就是大家在Steam上面自己去看哈。然后，这个风格很像侠客那个《侠客风云传》，然后这个战斗啊，战斗方式很像《侠客英雄传》，我应该没有记错啦，《侠客英雄传》的那个对峙的那个视角，有点像，就像这个这样子，不觉得很像吗？只是一些招式的指令蛮特别的，蛮搞笑的。对，好，看 PV 还有什么。对，小燕很久了，好像就是一些好，大家在自己去上面看啊，因为这个你看啊，不就很像吗？很像侠客英雄传，你看到攻击的方式，他刚刚有个跳过去的，再看一下，等一下我们试完就知道了。哎，他刚不是有跳过去吗？哎，你看，我觉得战斗还蛮特别，可是我不知道这个战斗是特殊战斗才有还是怎么样，我们等一下试完就知道。好，大概都这样子。那不知道多少钱啊？不过是国产武侠 RPG， 看起来是台湾的吗？不会，看 FB 创办应该是台湾的。然后最低配备应该不用太高。最低是 GT1030， 就是少一个叉啦 ，GTX 吧。然后 Intel Core i3 的，然后 Win7 就可以玩的。哦，是台湾的 ，OK， 谢谢。然后推荐配备是 Intel Core i5 或同等系列的哈。封面太丑，点进来。储存空间是 4GB， 那最好是 Win10 啊。不，这应该写错了，应该 GTX。好，然后介绍的部分看一下，天命系统 OK， 然后有一些，也就是说你输了也没关系，然后赢了也可以的这种，应该是这种意思啊。然后养成门派养成等等，然后回合制战斗跟大规模的多人战场，这个比较特别一点，这个是多人战场。在以前的游戏养成游戏没有，好像没有遇过。好，目前支援繁体中文。那这一款开发商发起商是 OBB Studio。好，那目前就介绍到这边。好，我们来开始玩这款《火侠传》的 demo 版本哈。那发行商是原始鸟熊。好，手动养成回合自动存档 ，OK， 这就不用动了。好，因为我是直播的关系哈，我就不是用全萤幕了。大家玩的话可以用全萤幕哈。环境设定，奖金糖包是什么？好，我们开始吧。只有四格哦。那动画给我跑掉画面了，等一下。这样子，好。好，听起来是没有配音的，哈？
不义不是凶器。哦，又有人听到你，可是你跟我讲这个干什么？实不相瞒，在下真是唐门中人，难得与老兄你有缘，我就想问问你有没有兴趣加入唐门呢？不，可是我们这不过是被人多吃面，你跟我讲这个，我也很困扰啊。说到底，我为什么要加入唐门啊？加入唐门很好啊，你可以学会一身武功，行侠仗义。不，你先瞧瞧我这身行当，实不相瞒，我就一个卖捏面人的小贩，日子得过且过罢了，都快吃不上饭了，哪有少老子力气去管别人的事呢？学武功有很多好处的，可以强身健体，强身健体之后，你自然便有力气了。免了吧，我不管别人闲事的话，我自然也不需要力气，安居乐业很好啊。哇，是这么说没错，但是学了武功很威风的。兄台，虽然萍水相逢，但我唠叨劝你一句，你都老大不小了，不思进取，寻得妥当营生，老是在结伙搞半牌，自扰民生，你爹娘都知道吗？这个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这些所谓江湖中的人成天打打杀杀，究竟图个什么？就了威风两字，简直可笑粗鲁。虽然你说的好事挺坏，不过唐门风评其实很差吧？兄台此话差矣，何以见得？为什么不问你自己呢？黄你一副读书的模样，原来就是个假斯文，你我一介粗人都比你明白事理。对不住了，知错能改，沙漠大爷，你说了这许多话，面都凉了。哎，他们一出马便害我吃冷面，果然真本事。话不可以乱说，没得坏我唐门的名声。不然怎样？就实话实说啊，不然要打我吗？他们又想欺负不懂武功的乡人，哼，果然威风。哇，三师兄被路人骂爆，真弱。哈哈哈，结果功败垂成，没招到人，还赔了面钱，让师弟见笑了。这是三师什么？是对唐僧，单名字僧，唐门掌门第三亲传弟子，带一头师，因此年纪较两位师兄为长。从前是志向远大的读书人，只因开罪权贵，远僻江湖，兴趣是说书、教化英才、笑谈天下事。我看到了，这也没有办法。那位三师兄你呢？可不是嘛，若在平时，我岂能容忍这样骑到头上？可唐门正在危难之秋，小不忍这乱打磨，我个人的荣辱也只好摸摸鼻子算了。喝茶喝茶，息怒啊！谢了师弟，当真气煞我也。说起来啊，我都不知道咱们唐门的名声这么坏。是吗？你是外姓弟子，本该经常出门走动，我以为你多少有听闻。我出门不外乎是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。说的也是，对不住唐门，对不住你。这件事说来话长，怪都怪本门师长造孽。那我选个富二三师兄好了。本门师长照顾很多年，不知三师兄指的是哪一宗？哈哈，实力真多，我喜欢。如今再提也无益。要想当年刚拜入门下当时，他们身世如日冲天，说威风有多威风，
人下骑马上百位弟子，在练武无常列队排开，那风景之壮阔。如今只剩不到十人了。哎，还不是主君误事，非请堂者不得真传。坏心弟子若想习得真功夫，非得勤恳努力，才有机会获得垂青，改宗姓唐。依我之见，这种陋习简直蛮不讲理，偏是师长们就知道墨守成规。门下弟子表面上团结，其实不过是仰仗他们的气派，狐假虎威罢了。哦，对啊，像我待那么久，只获得传入门心法而已，未免太过分了吧？确实是他们亏待了你，如今他们外姓弟子总共只剩你一人了吧？真亏你还待得住。我也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。他们从前为求扬威武林，作风未免太厉，开罪过不少人。如今他一生病，仇家眼见有机可乘，便纷纷气到头上来。这几年间，陆续上门挑战的门派帮会，十根指头也数不完，杀伤他们不少人手。那群被迫改宗设立类人的乌合之众，见大难临头，便作鸟兽散了。大家只求自保，那也 无可厚非啊。重整本门威风的重责大任，便着落在我们这一代头上了。得了，咱们俩还是省点牢骚，把握光阴去找人吧。那我们分头进行吧。好，一个时辰后便在这里会合。师弟，你来了。少师兄，你好快。说来惭愧，我一个人也没招到。讲点干话刺激他。只是确实难为，我们都只能尽力而为，且尽人事罢了。哎，真是无地自容。那么师弟，你的战果如何？我的话，哦，这个是要自己按是不是？这个太难了吧！一个人也没找到，我就知道。哎，哎，我走错道，我的腿都突然走瘸了。对只习过入门心法的你来说，这山路确实太严苛了点。尚师兄，你说他们祖师爷究竟为何要将基地建于孤峰之上啊？这不是自讨苦吃吗？简直是有毛病吧！师弟，你可错了。据说祖师爷建在山上是有深意的。唐门三门灵谷背有靠山，《孙子兵法》有云：“险寻者，我先居之。”辟居高阳以待敌，若敌先居之，隐而取之，勿从也。听不懂。哈哈，师弟啊，平时若有闲，不妨来找我聊天，我说一些有趣的武林掌故给你听，顺便教你读书。也好，那就暂别了，我先去禀报掌门今日的斩获，你早点歇吧。是啊，明日我还得早起做工呢。如今没别的外姓弟子，万事唯有仰仗你了。我这些不过杂事啊，三师兄，你肩上的担子才重吧？哎，可叹，亡我之命，栋梁之才，却连一个江湖门派也经营不好，讲起来我就头疼。本门产业都给卖了，光靠现金的营收，也生活也难。下个月的欠款，真不知道该如何才能还上。我还得厚着脸皮向师弟们收缴学杂费，
费西有了留恋，真不是人干的。不行，我给他精算一次账目才睡。你先别管这些了，莫忘了来玉还有断稿，因为我还想成为陆氏弟子，此刻开始亡羊补牢，勤加修炼，兴许可以一鸣惊人。就是难为他了。俗话说，家国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我是不是也该想点办法给他们挣点钱？简单的风雅工作 ，OK， 心理负担会影响到一些东西吧。女弟子房，变态，炼丹房，火房，炼武场。男弟子房看起来是休息啊，星象贡献度。身为一个男人啊，我们就是等一下属性 ，OK。没有技能，好可怜哦。看起来很多人哦。行囊，我的日记。论语，论语，杂物，宝物，门派，门派人，门人数量50个人。那、啊、刚刚不是说10个人而已吗？啊，门派的资产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，负1000万。以台北来算，负1000万，一个门派负1000万。开发项目，还没做的意思吗？这门派好可怜哦。心系小师妹，属性调和，心向平静。看起来平静会影响到事情的东西事件什么。好，刚刚说哪里？就是身为一个男人，我们一开始就是要先去女弟子房。啊，不能进去哦。干。啊，不行哦。好吧，只能先休息哦。好吧，好可惜哦。好，又给我。然后给我跳掉，那、啊、这是 bug 吗？好，再一次。好，什么意思啊？休憩、睡觉、闲聊。小师妹此刻不知道在干嘛，真心不要去有 bug， 什么去有 bug？ 我只是调解析度而已啊。今天有没有见到小师妹一面？我的心里已经快要枯竭了。非当下人死后的卑微日子，之所以能过得去，为了只是偶尔能远远见他一面。无论如何，找他时总能见到他吧。哦，这自言自语啊。哦，你这找房 bug 哦。哦，这边是自言自语的部分吗？看脸挑人。照镜子。江湖快报。我闲聊这边就不念了哈、哦。魔教全真师全真派少林青城点苍峨眉通红断稿。也就是说他在做杂事没时间练功了。照镜子，照镜子。
我觉得我的皮毛长得……应该要有自信一点吧？自恋觉醒。哎，我变帅了！哦，我看，你看吧，这是要给自己自信一点啊，给自信我就帅起来了。我告诉各位啊啊，我告诉各位，你一定要告诉自己，你很帅。虽然你各位都没有女朋友，都是单身狗，但你还是要看看镜子，告诉自己，我他妈的有够帅，你的脸就变帅了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大家懂吗？哦，看到没有？哦，帅，帅死了，跟刚刚比，哦，帅呆了。你的意念震撼着十方世界啊！啥鬼？哦，好帅哦！据说女弟子房有 bug， 但是现在是白天吗？怎样？又跳掉了。丹乐小生命保护者。选第二个好了。我是小生命，生香炸啊，吐掉了。形象加100。哦，所以看到他心情会变好，那做事就有效率的意思了。性情道德下降，轻功上升。要选埋伏啊，哈哈，选埋伏才有 bug 是不是？所以我是要选埋伏才有 bug 是不是？怎样？为什么是欧洲人？这样子，那个画面是正常的吗？好，继续吧。再一次好了。好，按错，按下练功掌。要上师兄找，今天一样是你代操吗？嗯，是啊，是我。毕竟师父那一辈师叔伯非死即伤，纷纷一退。掌门又身体不适，这货便到达我们几位较长的弟子啊。本来今天该轮到大师兄，但他直到现在还没有回家。真是辛苦你了。不过这不是根本没人吗？就是说啊。对，咱们最近积极硬招募了一个新人，一个都没来报道。该做是意料中的事吗？三师兄早安。今天女主角真普通了。好，这边就不念了，我口渴了。变态。小师妹好可爱，但是怎么叫小林呢？这些路来轻飘不了，好像没有重量，宛如雪花飘入一般，纯洁又冰冷。我等一下发花痴的时候，我再配好了。我可以练功了，那我可以打架的吗？打架打架，哦，送啦！三师兄傻眼，猫咪。打架？我没有打架。小师妹无感。
天地无声事也是独传的一个。要啊，当然要。哦，决斗教学。侠客英雄传，占你娘亲！我才69D，内力20D，下面是内力吗？还是什么？来，你骂我，这什么要求？我这辈子没看过。好，指令嘴功，嘴功可以削弱敌人的气，额外恢复自身的气。并使敌人绝招指令降低伤害及命中，时而还能激怒心性浮躁的敌人。未招所有攻击伤害效果减哦，蛮特别的。嘴盾，嘴攻消耗气力哦，下面是气力，气力大家都固定50是不是 ？OK， 捅人被咒防御的意思吗？哦，防御的意思吧。暗器命中50%，绝招是什么？状态哦。我总觉得音乐有点逗趣。唐僧，来嘴蹲嘴攻啊！因为他们可以人丁凋零，只因见过我这个外姓弟子真实本领的人，都会被我灭口。哼，有意思。很好，就是这样。对照之时，应机后而搏法，切忌莽撞行事。看准空隙，刺探敌对手虚实，削弱敌人的体力。我假装要讲大道理，你趁机打过来。指令捅人，消费自身的气，发动攻击，并使敌人的嘴攻指令失效。依据性情不同，也会有人把对手给捅出血来，自己反倒心生怯意的情况。捅，也就是说是要看状况就对了，要猜就对了。本本以毒药暗器双绝，你没用过暗器手法，但是怒巧 极重，当可有效阻断敌人的行动。我接下来向你递招，你投暗器射我40。指令暗器消耗自身的气，发射暗器牵制对手，造成伤害，随即附加异常状态累积值，并使敌人嘴攻捅人指令失效。哦，也就是说暗器可以，暗器的几率比较高一点，对不对？可以把这两个指令失效。为什么被打变好丑？没圣咒，也没回信，准头在猎剑变成。有点像猜拳，此事防守，千万别给打中要害。对手的气焰乖张之时，不迎其风才是上解。我可要打过去了，准备好，看我自己拿手绝招折扇，打你的心窝。哎，六师兄，你手边那不是一堆对手标吗？哪来折扇？哈哈，师弟，我将兵刃露在外边，那是要给人看的。真正的杀住就是一柄袖中折扇，这才叫暗器。啊，原来如此。指令背咒，消耗自身的气，运气抗击，可减免所受伤害，并使微小伤害无效化。若成功假招，则会根据性情回复若干气为奖励。此外，背咒可以获得捅人额外的假招招架之几率，以及对暗器额外的回避几率。哇靠、啊！直接满气这样。King King。很好，就是这样。你若把握，不妨趁机使出浑身解数，以绝招制敌。三师兄，你说笑吧，我哪有什么绝招，顶多看淡你一点而已。无需顾虑，尽管放倒，来，我接着便是。指令绝招，消费大量的气，使出浑身解数，发动威力强大的攻击，并使敌人捅的暗器指令失效，是为逆转局势的杀手锏。怎么觉得、啊？哦，帅哇！这个动作真流畅，但这就是砍人而已啊。不错不错，就是这样。他们再列两手，你攻我守，
爸妈过来吧。好。决斗免会开始，气会均会自动回复。孤寡依据性情，此外各项指令所消费的气、受伤回复的气、使用决斗的门槛亦将根据性情而有所区别哈。故而战术宜因人制宜。我先回合了。嘴攻。什么？你说你没中毒？不，这不可能啊！除非你已经子宫。好无聊、哦，我想放招式啊，被揍，这样是成功意思吗？下面就是什么麻痹哦，哦，啊我怎么没有？我领的仙人板板，你这个短命蛙儿。再一次，我这把刀子可是毒毒药啊！剑仙封后，你信不信啊？哼，有意思。那对方只会讲这样哦。啊，好没攻击耶。好吧，就这样。觉得很 OK， 战斗部分还蛮 OK 的。那我现在去哪里？不是行动力还剩一个。教我武功吧。啊，浪费时间了。哦，靠腰咧。不早讲。哦，这边还有个锻制厂哦。我每一个都去看看呢、啊。心象好像不能太低。锻打开发。等级五，需要哦，所以我现在不能打的，对。哦，慢慢来就对了。哦，就是要断打之后才会有，是不是？嗯哼，哦，好，大概知道。振兴堂，看一下振兴堂在干嘛哦。嗯，真的有够丑，嘴力会下降，内力上升。烧菜哦，嗯，还蛮可爱的。四师兄是谁啊？独门泻药。哦，大师兄，大师兄才是主角吧？唐不英，飞侠唐不英。这是什么？惊吓指数？吓死是真的死掉吗？大惊。OK。
有个丑。不，我说师弟，你也太吃惊过头了吧？整张脸都变得不可思议，倒不是说该受到惊吓了，是看到你的脸的我啊。昨天喝得太多，夜里胃很难受，睡到伙房觅食，只要找着找着，竟然就趴在地上睡着了。好言相劝啊。他能力比较强啊。哦，屁啦。这个很难选，我这个都是用直觉去选的。啊，打人！看来他们门派是一些头脑有问题的人哦。当诱饵，哈，怎么会遇到事件呢？比你看起来更欠打的人，谁在靠？完了，要被打死了。然后我就死了，是不是？哦，这是。操！哦，看到了 ，QWER， 然后嘞。QWER 翻滚空白键，好好，哦，帅哦！我不是我没有技能啊，所以我要跑就对了。技能只有大师兄啊，快保护我，保护我！太烂了吧，到底？捡钱，捡钱，钱很重要。谁敢动我师弟？啊，就你在帅，啊，我在那边跑。捡钱，捡钱，捡钱，好像要捡钱呐、啊。有人哦。哎，我钱变多了。看起来这种大规模的小战斗就是赚钱的时候了。直时问天哦，
这是别的武功就对了。好，向心，好，练丹房哦。二师兄，哇，怎么大家都很帅，就我这边丑？看到你的脸，我就不快。欸，可是好感度上升欸。那是会影响心性。去过，讲金楼也去过，南弟子房下山要三回合，哦，我们下次再下山。我们再去一个女弟子房一次。嘿嘿，嘿嘿，嘿嘿，只能选一二。没事，都没事欸。运气太好了吧。好，再休息，我们下一回合再去下山齁。嗨，小猫。四师兄。哦，四师兄是四个人的意思吗？哦，这个是念兄哦。哦， 我以为他是对欸，一开始以为是对。哦，四师兄是一个人而已啊。我其实想要看到我 被打了，但是没有。等一下再试试看。哦，有商店了。刚聊聊天。其他的没有了，只能选一个聊。好，来买什么？江湖快报，因为刚刚有说嘛，要买一个江湖快报，干脆买一根就买一个。请不要在床上吃哈，会长蚂蚁哈。OK， 买了哈，那我们看一下刚才买的东西哈。刚买的东西在哪里？状态这里吗？行囊杂物。那、啊、怎么用？连载武侠小说啊？怎么读？可以读吗？不行。好吧。啊，我要下山了。啊，我按错了。
我想先下山，先读取。等一下再去练武场一次。贡献度加40，嗯，蛮普通的。银两减1000，为什么？太衰了吧！再一次，是每一次都会吗？我觉得主角之后应该会变蛮帅的。哎，没有，不一样，每次不一样。他可以用 SL 大法哎。嗯，不错不错。好，再来，现在五月中旬了哈。我们选团练好了。大师兄，要选第一个哈。刚刚振兴堂还有一个没有 做到工作吧，这是掌门人吗？对，掌门。又来了，每个月一次哦。相亲直接加死哎、欸！哦，大家都长得很有特色哦。掌门人是不是比较不好？62，三师兄，哦，这么刚好，三师兄要照我的吧？三师兄照我 ，Hello 黑哥。三师兄肯定是照我的吧？你就继续带你的外姓弟子吧。赞你娘亲！赞你娘亲什么鬼？好，来来来。水攻，怕了吧？啊，是不是怕了？哎呦，他被我激怒了、哦！哎呦，再一次，再啊、哦，有，我要放大招了。哼，知道我厉害了吧？消气气，啊，差一点，再一次，太烂了。是你的脑子掉在地上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那个命中率太低了。
捅太深了。没关系，他也是每回合无法恢复气力。不一定会输了。哦，好险！哦，没气力了。没气力的话，他顶多是被揍，或者是顶多是被揍嘛，或是嘴攻。想一下哦，同人可恶，为啥招架成功？我不要输啊！可恶，我输了。我要血池。我觉得一直用嘴攻好像蛮适合的哦。伤害增加 1.5， 无法采取同人以外的指令，且有 50% 的几率落空哦。欸，哪个是可以？OK， 所以他只能，所以我用暗器就一定赢啊？是吗？不是，不是这个意思哦。好痛！我觉得再放一次大招应该就有机会了。反正生气中嘛，生气中的人是很难命中我的。还可以闲置哦，远距离空间杀人法，差小，这什么？每回合伤害，欸，每回合伤害减 90%， 什么意思？哦，是他的伤害减 90% 啦，不是我啦。我可以打赢血比我多的人，我也是觉得我蛮强的哦。嗨，赢了啦。简单呢，大家都傻眼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，看到了吧，我赢了，怎么可能？我竟然输给一个外星弟子！你的胜利大出众人所料。一时众议纷纷，难以置信眼前的事实。啊，师弟，想不到你竟能无师自通，还胜过露丝的师兄，做师兄的好生为你欢喜。多谢三师兄。待我禀报掌门，这位弟子将先正式收入门墙，改宗入室。太棒了！好爽啊，这个脸！
啊，小师妹，马上去开门是怎样？哇，捡那么多、哦！哎，小师妹，你干嘛？拍拍。还有点难过，需要多拍几下。我觉得不要跟小师妹讲这种干话，我们选不难过好不好？我们选不难过。哦，还跟陆三神，你看吧，就叫你们不要乱选。好，至少我赢了。不知道可以到几？看一下还有什么？炼工厂，炼工厂刚刚去过了。火房、炼丹房好了。哦，你没有打、哦。哎，那我游园区怎么没有跳出来？不好意思。远距离空间杀人法是谁的梗啊？我忘记了。我刚游园区没有脸没有跳出来了，刚刚好像有问题。等一下哦。是要到十等才能用吗？我、哦、是非凡公子吗？我、哦、是非哎、欸，哦，好像是非凡公子啊！对对对对对，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这么说我有印象的。我房，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养成事件啊，比较偏好真的是很日常、很日常的那种。然后主要的人物就那几个，很少，没有像侠客这么多，但有好有坏啦。对我自己来说，我反而喜欢这种，人物关系比较少的部分，就几个而已。不然真的太多，其实也是很累的。哦，事件来了！啊！才二哦。小师妹不太在意。哦，掌门人的确是不一样。他们的画师我觉得还不错啦。三师兄跟掌门人长得好像、哦、他们是兄弟吗？我、哦、靠，这么凶、啊！我然后会那个画师蛮有趣的，画的蛮好的。看看天命奇遇，
拍拍，真的把拍拍变成真的拍拍。原来他有自觉，我选他妈，我选自己，笑死！我选自己，他妈在心里对自己心里讲话吧。这个脸，这个脸，不能允许他们相火，就是一等一的大事啊！小师妹傻眼，本能感应到莫可名状的含义，道德下降。其实我会选上师兄了。哎呦，二师兄不高兴哦。啊，二师兄也喜欢小师妹啊。等成问之后就懂，骗笑哎、欸，很明显啊，很明显，二师兄就想要掌门啊。主角当掌门人啊！哎、欸、喂，你别一直乱动！喂喂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表情不太对劲啊！啊，超级赛亚人！啊，在吐血。我很丑，武功又低微，人生在世吃香，总是天赋英才、装模作样的英俊男子。能长得好看，方有人权可言。像我这般只有冷冷寒打，无论我人品好坏，都无条件讨厌我、骂我、验证我。好看的公子哥可以边学武功边学琴棋书画、附庸风雅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是在呛其他游戏啊！你是不是在呛其他游戏？我看到了，我看出来了哦。你是在呛侠客什么赚的啊？我看出来了哦。哦，这句话，哎、欸，在江湖间人称是个游戏，拼命卖弄皮下酸的光鲜，引人注意。我去驻地，坐在地上下世的贱货，了此残生，连存活这件事都力有未逮，笑死。哦，死亡版吗？快结束了吗？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所以这种丑人是认识就好，烂货。三天三夜，
师兄和乖乖，快请你大夫请回来。师兄已经疯了。他是昏倒三天三夜吗？还是三天三夜吗？我第一次看到女弟子，大师兄早就过世了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哦，哦，是三年能前。两年前，啊，什么意思？哦，真的假的？是跟我选谁有关系，是不是？我怎么变那么强？水攻，不能水攻了，只能捅人。怎么回事？我雷霆气好大，这真的是我的记忆吗？可是我还是很丑啊！我继续，难道我变掌门人了？就跟你们说要选掌门人嘛！哎，你们这边选三师兄，哦，给乖给乖，自己想当掌门人就说嘛！那为什么不能追攻他？进阶一，嘴攻对嘴攻是会输的，是不是？好痛、哦，应该打得赢吧？有没有跟三师兄打过吗？没放绝招了吗？哎。他很难被激怒哎、欸哦！我也心慌了，没命中。嗯，这个音乐，这音乐蛮好听的。秀才出生又怎么样？至少人家也是赢我 好多年，好不好？有点难打，应该是赢不了啊。剩三十五滴了。这打不赢啊，应该也是可以，可是这个几率有点低。二师兄也不在了，三十三哦，在他那在两年后三十三，然后之前的事情就是做，就是经历过两年，然后因为这场大战之后睡了三天三夜，记忆还没恢复回来这样子。
啊，真的不能跟小师妹在一起吗？啊，管他了，继续。龙大侠送我的秘籍，孔孔派的四位姑娘。林丁玄剑掌。可以这样决斗，再决斗一次。那我的招式是不是有，是不是多了一个？啊，我们资产是负的、啊，好可怜哦。自恋只有一点，傻小。啊，我的招式嘞？哦。所以每次应该都会不一样，根据你选择的状态会不一样。可是我不能学啊！再来一次。称号改，哎，称号有改是不是？我刚刚没仔细看，称号在哪里？你看到，我还是没有任何技能。三师兄很强，我觉得我有机会打赢三师兄哦。赢了吧，赢了吧，那他只能嘴攻我喽，不。我会选嘴攻啊！我要打赢他，我要赢他，那我赢你吧！那选背咒好像也不是一个方法，对不对？我等下放招式了。好痛！哈哈，逆转了，要被逆转了！可恶！哎，这嘴炮失败，我还以为可以赢呢。小师妹已经不在了，难道要跳下去？你要跳下去吗？那个操守的师兄，全女弟子的贞操。
这样你被误会，你看长相多重要啊！真的下去了、哦，哇，扫地。做的蛮用心的啊，这款游戏。哦，这主角要做以前的做过的事啊，可是他现在已经是师兄的，突然有点可怜。哎，这是哪里？心情好糟哦，唐门丑侠啊，称号这个，因为那我就唐，我到底是多丑啊？后山，哎、欸，我一开始没看到后山呢、欸。好，我看一下后山。哦，是在这边学的哦，原来如此。三一，哇，九一，好，剩下学问那些的，这感觉很强哎，可是这是随机拿到的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水利，难怪我刚才一直输。我每一次只能十八哦，看哦 ，OK， 没错，心情好一点吗？有好一点点。哦，这个扣星象，那我就先休息好了，打坐好了。去打坐。这应该体试完版应该就一年时间吧。有星象加15了。心情是很差，睡个觉。哎、欸，怎么有人？好，赴约，看一下，被诈骗也爽。唐娇娇师妹，普通师妹，拜托啊，唐娇娇，唐娇娇，我跟你娘嘞，干，鸡巴嘞，干鸡，哎，回避回避回避，还好躲过。蝴蝶帮人，我想看唐娇娇啊！你们是废物吧？350D。
哎，哦，二三二，我怎么变好强啊？哎，我一直输。你打二十只，哦，不用不用，打一只就好。我的小心脏，哇，我的心象，太衰了吧？是唐娇娇的还是谁啊？好好奇哦。休息要加三十，懦夫，靠北，休息也不行。买个东西好了。付钱不是讲更懦夫？太随机了啦！哦，又学到一个武功了。又要钱的是吧？十个老婆，恶棍，我变恶棍了。哦，十月江湖哦，所以每个月都可以买一次哦，是这个意思，每个月都可以买一次。如果每个月都买一次，收集全套不知道会怎么样哦。练功，拳掌要怎么变高啊？轻功加一。哦，有了有了，我这叫轻功，所以我们要学这个比较好。好，下次再学。刺剑。
小月食物。断考，哦，反而好感度上升呢。四师兄，四师兄反而比三师兄强哦。好痛！血量加二十五，等一下大战了哦。把那个招式学起来，为什么武学会降低啊？上升是降低吗？上升应该是变多吧？可以学，还不行，现在才32哦。学了没？还是不行，太烂了吧！多几盖。哦，武学上升是下降的意思哦。到底那个属性问号是什么？我好好奇。
被用掉，哎，好像有可能。哦，对啊，这被用掉。买过了。哎，他这个动画做的不错，虽然是平面的，可是他会做一些蹲下起立，然后一些特效出来，我觉得蛮棒的，很有特色的一款游戏。获得烤鱼。丑男，哇，我问号问号，这太难了，才加26。41加26。哇，这差超多了耶。我觉得大于90的话，搞不好小师妹就嫁给主角了。可是要怎么做啊？心好痛，哎，我好像也没有那个武器哦，我空那么多。
哦，小剑哦，全部身边加五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哦。这些就是战斗的这个帮助的东西哈。好，那切磋一下，你有没有想要选休息？休息一下。好 baby， 我喜欢。好，再打一次。我有技能了吧？这次我不用躲了吧？还是要躲啊？我觉得先把那个 boss 打掉，快点啊，大四师兄，快过来啊！快撑不住了、啊。其实我们没有输很惨的。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。刚站右边一点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有什么问题？蛇月哦，
哦，学问要40级才能学，继续学了。所以你学完了。体力有点可惜，哎、欸，为什么酒没了？哇，不能学了。12月，喝了心情不，是我倒可以直接，我可以直接吃吗？好像也不行，直接吃。不能吃啊，好吧。好，大战了哦。向心是这个的、哦，那大部分应该99吧，这个比较好达成。啊？才加7？靠腰嘞！有100人就 GG 了哦。一个绝顶高手跟三个高手差别在哪里？然后有100个人，100人都是高手吗？哎呦，这谁？看起来很强哦，洛阳大侠。哇，3个人啊！每回合发动一次中幅攻击。哇、哦，好紧张。然后是我在那边扛，还好没中。只要打赢他就好了。暗器命中率好低哦，是因为我没有学好吧？痛！哦，赢了，赢了。100个人不知道是怎样，应该是多人模式的那种战斗。不会真的要输了吧？真的要死了、啊？
个是就快要死了吧。几代圣明传遍神州，偌大汤姆的最后一人，一缕滂沱大雨之中啊，所以我是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啊。不，我这么胆小还是听到了最后，以我来说算是做得不错了吧。斗志与仅存力气都被雨洗去，莫格勒无可救药的故事正在落幕。好多事都错了，令人不甘，为什么事情会变这么坏？事到如今一切都晚了，再也没有意义了。最后的最后，我真的很想再见你一面。小师妹，动人的感情，壮烈牺牲，第一次玩就壮烈牺牲，很好很好啊。这样子我明天知道怎么玩了。我还活着哦。啊，到底我又在做梦，我又在做梦。啊，又回来了。是我们到这边结束吧。某个人故事结束了，你的故事现在才要开始。哦，这是唐真真吗？有好几个人都没看过哎。哦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真的还不错，真心推荐。啪啪啪。好，我们《火小传》的试玩先到这边啊。那我们明后天再看会不会时间再继续试玩这款游戏，应该是会啦，我应该还在玩一两次试玩版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《火小传》先玩到这边吧。希望大家会对这款《火小传》有兴趣，多 follow 这个他们官方网，他们 FB 粉丝页，然后Steam上面什么时候可以购买？那应该是去这个原始鸟熊，是鸟吗？鸟熊的 FB 看一下什么时候会开卖，好吧？国产游戏必须支持一波的吧。好了，今天就先这样子，这款游戏先这样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款游戏。